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坐在一起啊？女孩，谁让你坐这儿的？女孩坐这边。你把我当过女的吗？坐他旁边特别有压力，你知道吗？坐着一样高，然后腿一伸进去。哦，是啊，差了一个脚好像。屁股往前挪挪，显腿长。这不是北京躺吗？这躺。